大将军辛苦了，军师辛苦了，辛苦啊！国王在等候，请，请。或与觐见大王。大将军鞍马劳顿，辛苦了。待为大王出征，虽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大将军。 请上面伺候，谢大王。
启禀大王，四方蛮夷已征讨降服，疆土已固，大王可安享太平了。启禀大王，此次征战，多亏大将军华帅亲征，才得以化险为夷，获此大胜。妙庄国百年兴邦，国泰民安。大将军，用诸大臣协助寡人保疆土，治天下。 此次征讨蛮夷，大将军功不可没，赐黄金万两，犒赏三军。赐大将军良田千顷，重造相府一座。谢大王。大王，现在南方已稳，北方柱国对我妙庄国贼心不死，大王不得不防啊。 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臣以为，大将军熟读兵法，精通法术，为防北方之敌，仍有大将军掌管三军帅印，可保我妙庄国太平无事。另外，众生贪迷酒色财气，力所名禅，造染罪孽，醉生梦死，因此难享极乐美景，总在六道轮回之中。是啊，你看，东土众生，有的不劳而获，贪财害命。 有的仗势欺人，作恶多端；有的男盗女娼，狗苟盈盈；有的浑浑沌沌，愚昧无知；一个个只为今世奔波忙碌、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见利忘义，妄言妄行，全然不顾来世的报应。是啊，东方众生都是凡夫俗子，难以识破红尘。 都被七情六欲所惑，一生为之受苦。有的甚至不惜掉脑袋，不怕下地狱。可悲，可悲呀！东土凡人如此愚钝，红尘遮目，竟不知爱惜自己的灵魂。为人一世，被名利所累，不重修行，世事。 造冤孽，冤冤相报，无了期。这样，如何才能跳出生死，脱离苦海？哎，没办法，凡俗之人难以教化呀。我倒觉得，为救东土众生，应该设法度化这些芸芸众生。 哎，你看那黑鱼，不好！天书被盗走了！哎呀，那黑鱼一向不安分修炼，如今窃走天书，如何是好呢？哎，那黑鱼凡事不努力，只想偷机取巧，这般品性何配在天？就是这。
沉沦尘世，这也是天道惩罚，罪有应得。果真如此的话，但愿他到风尘不要造害人间，能有所思，修正本性，重返天界。这种生灵三番五次犯戒，不知悔改，早该逐出天界。不要提他了，我们谈我们的。大将军可当此任。是啊，大将军当之无愧。请大王决断。请大王决断。准奏，众爱卿请起。谢大王。大将军，请当尽心竭力，忠心报国。宁愿肝脑涂地，誓死报效大王。刚才我坐莲台，并非闭目养神，其实也在观东土情景。你们所言之事，我都看到。我欲向佛祖请求下凡人间，发宏愿，替诸佛度醒众生，指点迷津，点悟从善之道，返本还原之功，跳生死之门，离苦海之路。慈航大师要谨慎，凡间众生轻慢三宝，甘心堕落难以劝转。现在人心不比从前，更有那地界妖魔鬼怪转化为人兴风作浪，千万别落进苦海，毁了大事数千年修得的功德。普救众生乃是佛祖之愿，慈航愿为此不惜风险劫难。今年的年景如何？蒙大王恩德，风调雨顺，百姓勤于耕织，定会有一个好收成。好，只要百姓丰衣足食，国家昌盛，寡人也就无忧了。是啊，太大王恩德呀。大王，臣见闻王后怀胎18个月而不分娩，不知可有此事？寡人正为此事忧心呢。疾病太和，从娘娘的脉象看，胎儿安康无恙，王后只要照小臣开的方子按时服用即可。按时服用，按时服用，都超过8个月了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这世上哪有18个月不分娩的道理？你这个庸医还说什么安康无恙？娘娘和龙孙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要你的脑袋。王后才貌双全，贤淑聪颖，重臣诚服，但常人10月怀胎，而娘娘怀胎已有18个月，臣唯恐……说下去。
王，臣担心往后凤体有所不测。你轻看。大王，小臣也觉得此胎有些异常，为保王后凤体康健，小臣斗胆建议应召天下名医设法打掉此胎。打掉？岂有此理。王后为寡人已生得两位公主，至今却无太子继承王位，今王后的第三胎，谁就能肯定不会给我生一龙子？亏你们想得出来。大王，万一王后这次未能生得龙子如何是好？为国家社稷着想，大王能否考虑再收王妃的事？你们怎么只会出这些馊主意？我与王后的前前之情山高海深，当初寡人曾对王后立过天誓，绝不另娶嫔妃，这你们是知道的。今后不准再提此事，寡人不信寡人以仁德治天下，苍天不降龙子与寡人。退朝。拜见丞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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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子航，你肯发此宏愿，足以显出大师慈悲之心。但愿此次下凡，经历数劫之后，早修成菩萨正果，公正无上，正等正觉。不知大师准备在尘世托化何种肉身？小臣说的句句是实情。王后的身孕确实有些奇怪，一小人之间，这未必不是好事。太后您想，大王德高望重，上天怎会不降一个非凡太子给大王？圣人云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。这正是上天正在母腹中磨练太子，以免尘世之苦。这是保太子降生之后顺当成就千秋大业的吉祥之兆。好了好了，医道不怎么通，嘴倒挺会说的。我把王后交给你，不得有半点闪失。遵命。你们也要小心伺候，娘娘要是有什么差错，我拿你们试问。是。多谢母后。你自己也要当心才好啊。Thank you.
娘娘请用。唤印妈来。是。此行是凡尘女子不明天理循环，世俗境界。堕落者和所受苦难都大于男子。此行欲脱化为女身，以解此五灭之灾，为后世女子做个榜样，使之同登菩提绝路。善哉，善哉。大师待交接好天界之事，便可下凡。凡尘之中，就看你如何造化了。尹妈，香案准备好了吗？照王后吩咐，要御花园设好了。那你们为我更衣备车吧。是是。依臣之见，丞相兴邦立业，有功朝廷，就是分享半壁河山也不为过呀。哎，休得胡言，一切自有天意。我霍家身为丞相，只能人下为臣。天意？你们退下啊。是。丞相，我看卞娘娘十八月怀胎未生王子，这就是天意。那就要看王后。卞娘娘怀胎十八个月未能生产，定是一个怪胎，说不定卞娘娘还会有个三长两短。丞相，你可得早拿主意呀。我又能拿什么主意啊？丞相，卞娘娘在，大王不肯纳妃。她要是归了天，大王为王室想，也得另立王后。举国上下，丞相的千金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？到那时，丞相不仅是一国之相，而且是一国之丈，这妙庄王国的江山不也同丞相所有一般吗？话是如此，但是小女若做了王后，所生太子仍是妙家的骨血，那江山依旧是姓妙。哎，话已至此，我还是把我的一个梦告诉丞相吧。啊，我那梦里啊，梦见霍公子被召为驸马，为王储。哎，转眼之间，那霍公子捧着玉玺在龙庭宝座召见群臣呐。真有此梦？当然，这个小臣可不能乱造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好，这事只有你知我知，
不得透露半点风声，懂吗？小儿才四岁，一切都要从长计议。苍天在上，哀家祈求神灵保佑哀家得以灵儿。哀家与陛下婚配20余载，相亲相爱，千美中不足，是哀家未能与陛下生得一子，以济江山，心中有愧于陛下，也有负于全国百姓。今哀家身孕18月有余，只求能得一子，望神灵保佑。如能平安得子，哀家愿不惜身家一切，今生今世奉献苍天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要临产了，快搀回宫去。是是，小心，娘娘。禀报丞相，说王宫上空出现一朵彩云，还伴有奇妙的乐声，现在满城的百姓都在大街上观望。哦，会有这样的事？丞相不信，请亲自到府外去看一看。看来这其中必有奥妙。王虎王豹，在。参见丞相。北马，随我一同到宫外瞧瞧去。遵命。丞相，正好去探探虚实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轻一点啊！好，快，快，快！快，
去打盆水来。是。哎，姨妈，情况怎么样？回禀大王，皇太后，王后正在轻身，尚未分娩。哎，小心侍候。是。见过的奇观呐！是啊，这五彩云就像朵莲花，祥云，祥云呐！是啊，莫非真是苍天降龙子与寡人？哦，我生你的时候，事后你父王告诉我，那时候王宫的上空也是满天彩霞，有好大的一片白云在飘啊飘。朝臣们都说，天要降龙子到人间了。后来果然生了你呀、啊。母后，您听，这仙乐多好听啊！是啊，这是吉祥之兆啊！感谢佛祖保佑，给我生个龙孙吧。哎呀，是啊，丞相，你一看多好看的云呐！天宫为大王作美啊！也要逮住妖魔，对，保护大王。是是是，那我们赶紧招呼百姓进城去捉拿妖孽呀！对呀，走啊走啊！是个公主，
传唤。啊，哎，尹妈，快说，是个龙子吗？快抱来我看看，我要看看我的孙儿。皇后身体怎么样？启禀太后，大王，王后她产下了一位公主，王后一切平安，只是劳累过度，昏睡过去了。啊？怎么？又是一个公主？是。怎么又是一个公主呢？孽障，孽障啊！我妙庄家难道真的要断宗绝后？这世袭江山难道真的就保不住了吗？孽障，孽障啊！母后，只要是大小平安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好糊涂的皇儿啊，这是关系社稷江山的大事，你竟谢天谢地的这么一句话就轻率的了结了吗？苍天哪，为什么不给我皇儿这样个龙子继承王位，日后保我千秋大业？霍丞相觐见。太后，微臣进宫前来为王后贺喜，王后喜生贵子，定是我朝后继有人呐。哼，什么太子，又是个女流之辈。启禀太后大王，三公主出生之时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百姓们都看见有一魔影随着一朵黑云落入宫中，百姓纷纷传言。传言什么？微臣不敢说。说，免你无罪。谢太后。启禀太后，百姓们纷纷传言说这是妖魔入胎，三公主恐怕是个妖怪啊。一派胡言。太后，齐望所言，微臣也曾亲眼所见，为江山社稷着想，大王不得不考虑啊。你们竟认为三公主岂有此理？大王，太后，魔云入宫之时正是三公主出世之时，这恐怕并非巧合。即使三公主不是妖魔，也是妖魔附体来毁我妙庄江山的。妖魔不除，怕是国家从此要多灾多难呢。这三公主不是妖魔，怕也是怪胎。十八个月才生出来，降生时又是这般鬼怪景象。禀报太后大王，宫门众百姓看到天降妖魔都要闯宫逮妖，民心大乱呐。母后。霍丞相，
你立即赶到宫门外，驱散肇事者，安抚百姓，宫内的事不用百姓担忧。明日朝廷自有皇榜公告，谁再敢围着皇宫不走，立斩。遵旨。太后，请恕微臣直言，这妖肉不除，只怕是民心不稳呐。我自有主张，你就照我的话去办吧。是。委平民怨，这个小孽障不能留在宫中，我今天晚上就派人把他扔到大海里去。